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，就看有没有惊喜了。终于稳住了呀，不愧是我。可以啊你。这个玩家对于走线、出弯点、刹车点的预判力以及操作的精准，都远超普通玩家。是个高手。是不是高手？马上就知道。这种平稳的山路肯定有陷阱。现在没有路了。没有路，那我就创一条出来。既然知道冲破路障来形成新的路，不错，有意思。过了这个 S 弯，那我就一定。没想到真的有惊喜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四支最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，你太过瘾了，一定是故事做的。现场的玩家为我们的四支队伍进行投票。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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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我们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一半了，马上第一了，马上第一了，马上第一！我们最终的悬念即将揭晓。小麻花，他也来了。获得本次大赛第一名的是，要恭喜到来自东宁大学的狭路族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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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寻第一名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就知道最后一组是顾寻。我知道了。顾寻，你是最棒的。啊，这位女士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您赶快离场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再走呢，走得有点慢，请您赶快离场，谢谢。嗯、哎呀，你赶紧走 啊！我还没有找到顾寻呢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等等，还有没有离场的吗？麻烦大家都抓紧时间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知道玩家农民小麻花在哪儿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玩家比较多，我们实在是对不上脸。
顾寻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沃特这么好的机会，说拒绝就拒绝？你陪我江边88层办公室。竟然拒绝了百万年薪和世界级的资源，而且起步就是制作人。我们这专业得做多少年才能做到架构师啊？你要是肯去沃特的话，我就把之前谈好的 offer 给拒了，我死心塌地跟你干。但是我想做的东西，沃特是不会同意的。你想做3A，你就跟人讲嘛。我的作品必须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。哦，又要自由发挥，又要纯中国血统，这么多要求上哪找这种公司啊？是啊，是啊，会有的。哎，最受欢迎角色造型的投票，他们都不看绘画功底和能力的。是是是，只要颜色鲜艳点就觉得高级了。好，走。走，夏琳。动啊！走。哎呀，原来票数最高的是月千灵啊，有点东西啊。月千灵啊，以后我讲话的时候能不能靠我近一点啊？啊！什么啊，千灵？你要辞职了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还以为你会留下来呢。你要走啊？新年特级人物怎么办？蒋总指名要你负责。这不是有尹组长在吗？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好的。啊！就是嘛，新年特辑嘛，那不是有手就可以画的呀。嗯，千灵啊，我们同事了这么久，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这样，大家晚上聚个餐，算是给千灵的欢送会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哎，千灵，不得不说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能让蒋总一搞就搞的人，你还是一个。你好，经理。本来老板是并不满意我们的方案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里岁月静好呢？你看，是我替你们扛下了所有，毕竟我是组长，我有权利有义务带你们负重前行。哇，厉害，哈哈，厉害，哈哈，坐委屈了，没事，来，我们大家再敬敬，敬杯，来。哎呦，这工作都10年了，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每天我有多痛苦，我有多想要进步，我想进步啊，但是他们不要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组长不容易，敬你，敬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不去。就楼下烤鱼吧，我们要好好庆欢送一下月千灵同学。我说不去。嗯，我不太想浪费时间呢。哎你，哎你，你你，你们去不去？去去去啊！去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啦？当初你的作品可是打败了一堆求职者，老板们可喜欢了。到现在还没看到哪个入职作品比你好呢，千灵，你如果现在后悔，我还是可以帮你把流程撤销的。不用啦，英姐，主要呢是我自己没想明白，是否确定一直画乙女下去，所以就索性回学校把毕设先弄完喽。要老子让位？你们疯了吧？什么乳臭未干的臭小子，大学毕业证还没拿呢，你敢坐上我的位置？你们羞辱谁呢？老子不干！哇，这是哪个部门的呀？连辞职都那么帅。第9事业部呗，你懂的。哦，就是那个聚集了一群行业精英，高薪把他们聘请过来，倾全公司之力养活他们，让他们大把烧钱去做真正的次世代游戏的第9事业部。据说啊，已经7个月没有进展了。
董事们意见很大的，想要裁掉这个部门。可是大老板力挺呀，不但没裁掉，还花大力气请来了一个新的制作人。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他什么来的？据说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，今天就要来办入职了。叫什么来着？我看看，就叫顾寻。你好，我来报道，第九事业部，顾寻。假装的平淡气氛刚刚好，只有你和我知道多微妙，慌乱了我的心跳，就这样藏好，保持微笑和礼貌。我住在回忆的城堡，每一秒想念在身边围绕，我天和你独有的微笑再次遇到。这一刻我再次寻找，再次心跳，再次遇到，想和你一起幻想，一起烦恼，一起拥抱，想成为你想起就傻傻笑的男人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们俩认识啊？也是，你们一个学校的嘛。哎，等。千灵，再会了。办妥了，我现在是自由身了。那就先恭喜我们千灵远离极品领导，向人类智慧又迈进了一步。但是我后悔，我在办离职的时候，顾寻在办入职。顾寻，上次夺冠之后，他不就人间蒸发了吗？对呀，这两个月我一直在搜他的消息，可是他却偏偏今天来 HC 班入职。你说他早一个小时也好。那这可能就是你们的缘分喽，妙不可言啊。缘分。跟我走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拿出点打游戏的架势来？我四肢已经退化了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玲玲啊，我们这是连衣裙，你手下留情吧，别把计算机系的帅哥都打跑了。他们今天肯定后悔出门。我还有两个人头就第一名了，不行。哎，真不行了，杀了我吧，连我一起吧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意思？特别好意思。嗯，谢谢。哎，就是个老六，为了人头连队友都杀。老六是什么呀？就是游戏里的黑化，喜欢阴人，通俗的讲就是不讲武德。嗯。
我的秘密你不知道。哎，同学，走了。刚才女孩打针过，长得也是真好看，哪班的？叫什么名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个老六。他长得好对称啊，竟然有人有如此对称又完美的脸。早知道刚刚就手下留情了。就人家这水平用得着你手下留情吗？对称吗？你们美术系喜欢的理由真够奇葩的。这就是缘分，说不定人家就喜欢千里这款呢。哎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你这么激动。哎，千里，听说第九事业部新来了一个负责人，也是你们东林大学的耶，叫顾寻，你认识吗？嗯，认识。啊，是吗？可我刚刚碰见他的时候就问他认不认识你，他一句话都没说，好像跟你并没有特别熟嘛。你也认识周杰伦，周杰伦认识你吗？哦，那你甭管。你认识吗？那咋不认识啊？那他认识你吗？昨天还听着他哥睡觉呢。哦呦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顾寻，蒋俊南。从今天起，只有顾寻负责第九事业部，着力于3A 游戏的研发。顾寻是我千挑万选选出来的，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上次已经提出解散第九事业部了，而且各位董事都已经同意了。3A 游戏的研发对于 HC 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和其他董事也已经达成共识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做3A 游戏，光说引擎开发至少要3到5年吧。顾寻，时间问题，你考虑过吗？3A 游戏的画面精度极高，引擎要求运算量极大。普通游戏的引擎在兼顾画面的同时无法兼顾优化，而经过我升级的引擎可以大大压缩运算量，保证画面流畅加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从起步阶段我们就能比别人节省开发的时间成本。把3年做成游戏写在合同里，希望你在下个月的项目会上就项目阐述做一下说明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项目会上在座的董事你的支持率不超过50%，请你自行离职。对了，我们项目一部的新作《恋爱经纪人》下个月也准备过会。公司立项会每次只能过一个项目，大家都知道蒋总呢是过会王，他要是上场恐怕我们都得避让。没办法，那我下个月只好跟蒋总竞争一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原来的第九事业部的办公室正在进行装修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们把仓库啊作为临时办公室。可以，不过王董，仓库位置紧张，为了确保我的部门里都是精英，我希望内招和社招同步进行，以便我选到最优秀的人。这没问题啊。对，没问题。那就谢谢各位前辈的支持。谢谢各位董事。到底是有缘还是无分？师哥，没想到你也在 HC 啊，那以后就有人罩着我们了。别跟我套近乎，我当年判定你们做不出来 3A， 刚才说那些就是在浪费时间。还没上会呢，师哥，没必要一棒子打死吧。一个月的时间只是给你们死缓。哦，对了，顾寻，你堂堂要做 3A 的人还要去别的部门挖人？那招首先要看员工自己的意愿吧。我招的人我培养了那么多年，你碰都别碰。
不是，这跟大学办公室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现在想退出也行。那不行啊，上了你的贼船，哪有没开船就直接跳船的？哎，这地儿换了，人也换，要不要把这名也给他换？哪儿都要换，唯独这名字不用。从一到九是一种循环，九既是起点也是终点，咱们更应该保持初心。我觉得这名字挺贴的。你怎么突然这么文绉绉的？好帅哦。那我来点实际的，接下来一个月咱们全力拼立项。游戏立项最重要的是制定出核心玩法，所以咱们团队人员尽量精简，主程序、主策、主美都是最必要的，剩下的部门能招到就招，招不到咱俩先兼着。招聘，哎，二对了，你打算给他们开多少工资？行业最高价格。最高价格？哎，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呀？你想要多少啊？嗨，咱这都一家人，你看。咱们两个暂时没有，再等立项通过，正式留下来，到时候就有了。不是，凭什么他们有我没有啊？你想有也可以，我自掏腰包给你。哼，我谢你啊，大公无私的顾总把赚的钱都拿来做开发了，还签了天价竞演协议。算了，上辈子欠你的，不过我相信立项一定能过。大神来了！大神来了！大神来了！自然醒，真谁啊？你保持三年的不败纪录，被一个新人你打败了。嗯。自然醒是想碰瓷我的睡到自然醒吗？还是存心想找我不痛快？状态不错呀，我马上给你改回保具室。老板，那个自然醒到底是谁啊？怎么感觉像在碰瓷？不认识，第一次来，不过实力和你不相上下。人也长得很帅，要不要介绍你？普通很帅的男人在我眼里如同白骨。我马上把你改成榜一。顾寻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老板，帮我个忙呗。哇，顾寻，好巧啊。你也在这里打游戏啊？啊，那个今天是他们店周年庆，会员的话可以送游戏币，你会员号多少？要不要帮你问一下？你看啊，他们送了我300个游戏币，我一个人也玩不完，要不然我们一起玩吧。我该和他聊点什么比较好？谢谢。游戏币还够吗？呵呵。对了，
多好的机会。上，四等一。人呢？非要我把轿子抬到你家门口？没我扛不动枪。对。老板你好，这里是糯米小麻花陪玩，活着保护你，伤了疗愈你，除了价格贵没有任何毛病，一小时500，付不起就结束聊天吧，再见。开始吗？来了，快快快，来了，再等等。不会吧？哎，大哥，你就非等小麻花啊？合着他不来你不玩了呗？哎呦，都快等成望夫石了吧？我说的，本来你就不打射击游戏，自从跟小麻花组队之后，你就天天玩，还以为你游戏上瘾了呢。重色轻友，那是因为你们打的太菜了。哎，你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啊！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，万一人家是抠脚大汉呢，是吧？映雪啊，岳千灵嘞？你们两个可真是不到我省心啊！我回，千灵你回来了。哎，你给我站到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问你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。你说说你跟那个映雪体育选修为啥子缺考嘞？啊？什么时候啊？2个月前。啊。哦，啥子啊？哦，我们去看射击比赛了。现在体育选修都剩下5、4没考了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呢？是老师我给你们通融过了。哎呦，我都累死了，你们听点话好不好呀？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顾群，蒋俊兰，下周体育补考，上次你们出去打比赛没有参加，不怪你们，但是补考一定要过，不然影响毕业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看我干什么？我大一就过了啊！体育，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体育过了，你光荣是不是？映雪，你敢坑我啊？嗯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啊、嗯、看到谁了？不是，你这个表情看着我干嘛？你还后悔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后悔死了。可是我后悔又能怎么样呢？我在那儿继续工作，他还是不知道我叫什么。说他不好吧，又洁身自好；说他好吧，又拒人千里之外。看来他只能做你灵感来源了。玩你的游戏。先买你10个小时，上。人呢？你不是携款跑路了吧？网友你都敢转账，看来这届网友智商不是很高的样子。回头多加几个。麻花，想老哥哥没啊？骆驼哥，你们给我年轻人留点活路吧，想用我跟嫂子告状啊！哎，我说九儿，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呀？校草大人火急火燎的叫我上来，自己却没上号。哎，奇了怪了，小麻花，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？我离职了。嗯，你离职了？怎么突然离职了？哎呦，校草大人上线了呀！别提了，就离谱。来来来。把枪都给我扛起来。今天心情不好啊？嗯，因为离职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辞的。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怎么了？失恋了。失恋了？他有喜欢的人了？
想你可以给我沉溺着回忆的心，两个世界的你一直在我心里，带着我的回忆寻找着你。失恋失恋，小麻花，你有男朋友了？不是啦，我今天遇见了我暗恋的男神，我们见过那么多次面，他居然说不认识我，你们说是不是跟失恋很像？还是单身哎，哎，还有机会。一把年纪还搞暗恋，对方有够惨的。下不下？小妹儿，你现在不吃坨了？哎呀，我在等我女朋友短信。短信？你够古典，玩起短信来了。别提了，我前几天不在图书馆认识一个女生嘛，嗯，她也在复习考研啊，所以我们就没事去看看书什么的。我女朋友看见我俩聊天记录，把我拉黑了，非说人家是白莲花。啊，你读读来，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哦，我给你们看看啊，让你女朋友多想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们还是别说话了，挺懂事儿的。哦，快看你女朋友多不懂事儿的意思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你等一下，要不要我帮你去解释一下？处处为你着想，怎么还不分手的意思？不是你，那没事的，你不用管我。不是，这女生也太可怜了，我这么坚强，难道你不心疼吗？的意思。你个老顾头，你这么懂，我怎么不见你谈个恋爱啊？对这类型的没兴趣。哎，那我问你，如果小麻花也是这种路数的，你怎么办？嘿，喂，正好我个。再来一局。没心情。男神瞎了，没看上你。别提了，压根儿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又有生的希望。教你个办法，让他一定对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让无数直男无法拒绝的人设，小白花。你也是？当然。那基本要求是？半淑女啊，说白了就是要温柔。小白花。哎，你不是对这类型没兴趣吗？人渣。哦，我懂了，你太坏了你。我也要学这样。你学什么？什么好招啊？你学。改设定，队友不在，竟然匹配了陌生人。我说过不跟陌生人组队的，万一很菜。这个叫校草的自恋狂，居然看不起我。嗯，怎么，是怕你自己太菜带不动我吗？没事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报你游戏号，一v一，敢吗？怎么着，想单挑啊？来，588-51325。我竟然被爆头了！
来。打得不烂。哼，你也还凑合。赢了。哎，这个校草有点东西啊。你跟他谈恋爱了？乱说，我们是纯洁的队友。嗯，网恋需谨慎。往你个头啊。啊，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到点了，我来不及赶校车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跟顾寻好有缘啊，他也在校车上，我怎么跟他打招呼啊？中国人最委婉表达爱慕的方式就是问在干嘛。顾寻，好巧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当司机。完了，把天聊死了。在干嘛？找个合适的地洞钻。小三儿，大四了，一毕业你这辈子的校草时光就完结了。咱要不要庆祝一下？金城武有句名言，凡是给自己取名英俊美丽的人都见不得人。你要不发张照片来验一下？你先发。我太丑了，怕你们拿我照片去辟邪。我太帅了，怕你拿我照片去网恋。你倒是发呀，你可以发张假照片来骗我，但是不可以发真照片来吓我哦。照片发我啊！啊，还挺好看的，你看，我看看，是不是？这都闭眼睛了。啊，闭眼了。啊！不相信我技术，下回不给你拍。小麻花，要不要看我打篮球的照片？发来呀、啊！有。上号。没空。没空还自己玩单排，怎么了嘛？校草怎么回事啊？叫打游戏说没空，自己玩单排可还行？小祖宗，你这反射弧可太长了，赶紧哄哄他吧。啊？不是约好上线的吗？你这连续搁了他两天，也不给个解释，人生气了呗。这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没空。
有一只小鸭子在洗衣服，有个地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鸭妈妈就很生气地说，你能不能认真搓呀？这时候小鸭子该怎么说？我搓了呀，我搓了呀。是我表达的不够明确吗？那我再讲一个。有一天我摔倒了，爬不起来，然后你嘲笑我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起来呀？我就很生气地说，对，不起。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在哄你啊。哼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昨天面试去了才没上线。不理人？要不我也讲个笑话哄哄你？和我解释这个干嘛？我又不在。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。相遇的瞬间，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，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相拥人海里面，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，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